午安，午安黑杰克，午安安西，午安雨木木天木，是这样念吗？午安安西，午安曲终人散。谢谢黑杰克治愈会员票，谢谢不是谢谢，午安合影，午安小刚，午安 you， 谢谢黑杰克救救你。谢谢安息的缘分相遇，午安亲，大家午安。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穿踢踏透的衣服？我有踢踏透的衣服。后面那个小刚不用打招呼，好的，还是要叫一下。午安。午安玄米宝宝，午安超亮眼的墨鱼。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好想看到底实际就是跳怎么样，因为线上也没有看得很就是很明显，有些都不见了，没有蓝色版了，可能之后会有吧， maybe 先拿这一件。午安艾萨克，我表情很棒，每一首嘛。我那时候很，也不是那时候，就是前几天吧，偶尔滑 report 的时候，在想说到底会不会有人发一下我，就是跳 rumor 的时候，有没有人讲我跳 rumor， 然后我一个都没有滑到，我只有滑到昨天那个桑尼。他 PO 的是桑尼吗？好像是桑尼。我表演很好。对啊，都是落幕。落幕比较高调。读蜘蛛也是，然后唱歌也进步很多的感觉。唱歌进步很多的感觉。我觉得是之前也没有，就是很少有机会可以听到我唱歌，所以好像也没有一个根据说我。有没有进步？我啦，我自己觉得。你还没打，午安喜德，慢慢打。午安大鼓，南瓜暂帖吗？有。那个真的不是我，那个真的，我昨天看到那个留言，我就想说完蛋了，我还有一堆情。我要一堆小周情敌了，完了完了，真的完蛋了。今天要拆砖，记得要看怎么拆哦。午安，谢谢浪客36819644送的夏日祭典扇，超级流畅，真的吗？生日会有听到你唱歌，觉得有进步？我觉得生日会是我太紧张了。好了，不知道。啊，多少前辈爱你了欸，我只知道那时候整个结束五周年之后，我最先听到讲我跳的落幕跳得很好的是栗子前辈，然后还有什么，好像就差不多。还有那个，我不是有开那个问答箱吗？然后云爵前辈也有来留言说你好，哎，我忘记他说什么了，反正也是说很帅之类的。午安，午安廷义，午安 Golden， 午安迟到兔，午安喂喂喂，午安苍苍，他现在在面试，他说他等他面试完了来打架。完了，这场战争不是我引起的。完了，这场战争，我并没有想要挑起战争啊。生日会是紧张，对啊，很紧张欸，因为我其实很少，我那时候生日会其实是觉得我很少有机会在大家面前唱歌，因为我以前是就连在别人面前唱歌我都不太敢的人，连那种小小的哼歌我都。不是很敢的人，所以
我其实会紧张，还是我看起来不紧张？我藏得很好。我爱阿正。独蜘蛛说性感的部分吧。我那时候穿看到我的衣服是橘色的时候，我就想说完蛋了，我会不会在镜头面前整个就超黑的？但我看还好，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有打光的关系，所以应该还好。不然那是荧光橘哎、欸，荧光橘哎、欸，你看我现在多黑，跟我脸差多少？我甚至脸没有擦任何的，有啦，有擦那个叫什么妆前乳，但也没有白到哪里去。可是就是我的手特别黑，我就想说完蛋了，我穿荧光橘哎、欸，我感觉就会超黑了。但是幸好是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的背看起来特别白，我的背看起来比较白，完蛋了。午安小馆面线，谢谢刘建谷的夏日祭点赞。结束后吃饭，我们这桌都在说你落幕超猛。请问你们这桌有谁？请问你们这桌有谁？我那时候就看完燕子转头，哦哦哦，墨鱼，燕子转头，哦哦哦，墨鱼，你说毒蜘蛛吗？燕子比我没有吧？我觉得燕子应该比我白吧？我觉得我应该是最黑的哎、欸。午安菜大胆，我们这桌十个人。你们就只在乎毒蜘蛛，不愧是把毒蜘蛛投到第几名啊？第八名吗？第八名的大家，而且大家其实有发现毒蜘蛛的开头不一样，对不对？那是老师的小巧思，来自我们老师的小巧思，那个叫什么？老师是参考本家那边，忘记是哪一场，反正就是开头也差不多长这样，就是把卢卡前辈绑住。虽然我们那一段看起来就是有人在，好像有人偷笑，我看线上的时候，我看燕子在偷笑，我看燕子有点小小偷笑。很荒谬，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样噔噔噔噔转过去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手就是这样，一直这样，然后就觉得很荒谬。有些人是真的要去抓卢卡前辈啊，有些人是真的就是连碰都没碰，但是就是要假装好像很混乱一样。我就是那个假装很混乱的人。午安四毛。四毛也是觉得武器真香的人，虽然没看到大钻有点可惜，不过看到论文还是觉得值得了，你知道吗？哎、欸，谢谢空白送的瓶中精灵，你们知道吗？那时候我名单出来了之后，我就看到我没有大神钻石，然后想说，哈，大钻哎、欸，我拉了大钻的票，但是我没有跳大钻，我觉得有点难过。我那时候就是那一整天都是处于一个听到大钻就会心碎的人，如此脆弱，如此脆弱。重点是很好笑的是，他们其他成员可能也会觉得我有跳大钻，你知道吗？然后他说，可能哪天练习的时候，哦，那天要练大钻。然后他说，哎，墨鱼，你等一下要练大钻，对不对？我就说没有。然后他说，哦，对你没有。然后就对我没有。然后我就说，我等一下要练落幕。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问姐姐说，为什么就是没有拍我跳大钻？然后好像是因为落幕跟大钻的排名太近了，结果根本就是大概前一首。然后因为落幕也是一首非常激烈的歌，需要体力的歌，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落幕。我就想说一定有他的安排，我就相信落幕。而且大钻是一首团体曲嘛，
所以我想说有一首挑一首 UNI 好像也就是挑一首 UNI 然后好好的把它把握住，说不定我也不知道我就怎样幸好结果是好了，这样看下来听大家的感觉效果不是效果心得是好的。谢谢 QWE 送的鬼画符，不能怪姐姐啊，姐姐也是有她的安排的，对，我相信之后我还是跳得到的、啊、大钻可是团体曲，我之后想跳一定跳得到，如果真的再跳不到我就在生日会跳但可能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跳，再看一次大钻。反正后来我就释怀，我想说我把落幕练好，我觉得我这次五周年下比较大的心力是 Lumer 跟落幕，其他首，我有时候都会忘记自己到底跳过哪一些歌，太多了，八首哎、欸。反正这两首是心力下比较大的两首啊，没有 maybe 我也很想跳哎、欸。River 很帅，我也觉得 River 很帅，我也觉得 River 那套衣服超好看，可是我没拍到照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跳完 Revo 就去快换落幕了。嗯，初日没有我。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初日跟鸡尾云的组合是一样的。然后初日的组合就是等于没有跳 Lumer 的人，组合是这样。初日跟鸡尾云的组合是一样。而 River 那套真的很帅、欸，我没有拍到照片，我觉得非常可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化妆室是在换衣服跟化妆室是在楼上，然后我们走到后台要再走到楼上去换衣服，然后我手机也放在楼上。我不太敢放楼下，虽然比较方便，但是那时候少彤就找不到他的手机，然后我想说完蛋，那我还是乖乖放楼上好了，我怕我也把它弄丢，所以我就把它放楼上。然后那时候我好不容易换好 River 之后，我想说要赶快下去，不然姐姐可能就是太忙，然后就会也不是太忙，就是要吹下一首歌，赶快准备好。然后我就不想要耽误姐姐们，所以我就是直接去后台等了。借别人手机拍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哎、欸。基本上就两组人在互换。对啊，机会有。我跳，从头开始好了。我跳 Rumor， 第一首是 Rumor， 然后第二首是 River， 然后再来机会的顺序。欸不对，落幕先，然后再机会的顺序，然后、啊、还有因为喜欢你，等一下重来 ，Rumor， 因为喜欢你 ，River， 落幕，机会的顺序，第六首是什么？不要提醒我，不要提醒我，我只知道有银河跟疫苗，银河跟疫苗，然后还有一首歌是什么？毒蜘蛛，对，毒蜘蛛，这是我跳的所有歌曲，包含三个暗口曲，所以总共8+3=11首。后台能塞12个武器生也不影响你们哦，因为武器生他们是就是已经换好衣服，然后就坐在楼下看我们表演，他们是坐在楼下，楼下有再另外放12张椅子给他们坐。然后我们3、4期是在楼上，然后1、2期在另外一边的楼上，我们这样分。可以叫后辈拍，
后辈感觉也不太敢。对啊，他们就会看我们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银河有新衣服，真的赚到，都是穿 River 那一套。银河那一首衣服，我原本以为会是冷色系的衣服诶，一开始看到衣服的时候，然后我就后来真的穿到那件衣服之后，才觉得哦，真的很好看诶，而且我觉得很像洛丽塔，有点像洛丽塔。我觉得我那一套有拍到照片哦，等我发照片，等我修完，我还要想要发怎么发文，就是我要挑几张我觉得好的照片，哇，精挑细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放11张以上耶，现在 IG 不是可以放11张以上吗？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命运的人，被 IG 选中的人。然后我决定，因为我会想要打心得感想，就是再更内心一点的心得感想，我会想放在抖粉，但我还没有打完，所以如果想要看，可以去看抖粉，可以先来订阅。什么夸张？夸张什么？新偷报道，哇！阿正啊，吴奇很香是不是？吴奇很香是不是？银河是照着 SKE 的 Center 衣服配色，除了四月都是蓝色系啊，真的、啊。听说那个好像是吸血鬼吗？我不知道。但是易云前辈跟紫萱前辈的头发刚好是红色，然后他们就超级，整个就超红的。离开快三个月。武器有个名字有燕欸，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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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燕怎么了？要加了是不是？但他也蛮可爱的，我感觉沧桑就是喜欢可爱可爱的人，我相信他也会喜欢他的。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好多红玫瑰，我真的第一次见到武器的时候，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于燕慈，还有佩佩。你们知道为什么很深刻吗？因为于燕慈的声音就是非常的 QQ 的感觉，不是 QQ， 那叫什么？比较甜吗？很明显的声线，然后他感觉就超E人的，他超E，先说他超E。开始爆料，好，先不讲，等他们之后出来再说。整理后发现有 Miu 又有 Yumi， 哎，对耶，怎么有颠倒的人？现在还有加一，走了一加来了加一。常常喜欢可爱的人，我喜欢你。少来了，你要去看武器了。我要为你的心得回你豆腐。好哇，反正最近燕子不是变阿德利气了，就是变青蛙。谁说他才是十四？我也相信。哎，真的，他，我以为他算是年纪再更小一点，结果他那么刚好的18岁。继武奇名字很快，没有，只是因为他名字就真不是名字，他。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太让人印象深刻了，所以会去想知道，会想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一开始只知道他叫什么什么词的，因为我就记不起来他前面那两个字。然后到了最近，这已经是我们见到的，我们跟武奇生一起的第，我想想，一二三四。我们演唱会当天是见面的第五次，真的是武奇生，看起来快哭了哦。你们不可以欺负人家哦，虽然人家感觉还没有到那么就是害怕啦。他应该不是在，我觉得他应该不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知道。真真说武器没哭叹不满意。OK， 武器吗？武器好像武器有一个在后台哭过了，但应该不是哭上台，应该在哭其他事情。看回放在介绍武器的时候，小雨在后面泪眼汪汪，那是他眼睛很亮吧？发呀！想踏出真真也是被台下的人弄哭，你们吓到真真的。居然，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其实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哭的，因为我是很后来才有看到他眼睛好像有哭过，很后来才发现，但应该不是因为，好啦，也有可能是因为紧张，好，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没有问他，我就跟他说，就是什么，我说什么啊？我就看到他，我就说什么，不要哭哭了，不要哭哭了。然后他就这样，然后我就说哦，不要哭哭，不要哭哭。三一排玩得很开心，对啊。其实武器感觉都蛮E的哎，我感觉一半都是E人，有吓到，真真被吓哭。你毕竟习惯身边的人在哭了，对呀、啊。从出道到现在，已经遇到太多人在我身边哭了。不会啦，不会啦，他们是真性情，他们很真诚的。镜头色调整，今天左右下眼线有一点，左右下眼线。有一点点不平衡，没事，长得漂亮就好。武器来一批怪人，目前感觉还好，还是有一些 iron 的。我想想 ，YY 蛮 i 的 ，YY 嘛，对 YY。我想想哦。现在，要现在讲吗？等他们出来再说啦，等他们出来再慢慢说好了，说不定他们还不想那么早让你们知道。等他们之后开始出来跟你们见面之后，跟你们有相处到之后，我再来看看可不可以讲。我就是说，当初五周年的时候。当初五周年还好啦，我觉得还好，其实还没有到全部人都很熟。那时候在巴士上的时候，只有跟几个武器讲过话，其他都还没有讲过。我是跟谁啊 ？YY 讲话，然后还有西，不是西，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最年纪大的那个。突然忘记他叫什么，抱歉。但不得不说，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心里觉得有点难以相信，居然有五期还一次这么多个人，还一次这么多个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练习的时候，练安口曲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表定是说要10点到，然后因为我就想要去买个吃的，然后再练习，所以我差不多9点就到了，我9点就到那个附近，然后去买吃的，然后我就到那个练习室外面吃，然后吃到差不多9点半的时候，就一群武器生走上来，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么突然的吗？哦，这么多人的吗？而且重点是我以为就是几个而已，然后一直陆陆续续上来好几个，我想说，好多好多好多，真的好多。然后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就是那个
于彦慈，还有那个他旁边那个是谁，我有点忘记了，有一个双绑蝴蝶犬的那个妹妹，那时候真的有吓到。这是叫你前辈吗？哎，好像是。我那时候有点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我大概打招呼之后，我就逃去旁边了，我就逃走了，我就去找旁边的弯弯。武其生是姐姐一起带去的，好像是吧？那时候有姐姐在，默默无闻，对吧？直接叫你前辈嘛，对呀、啊，是自己在后面摇头，是我，我就在旁边跟珍珍这样，哎，这群人真的是，哎，就是可能有人介绍说大家好，我是武奇研究生，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就说，这叉叉，然后就叉叉，然后我就跟珍还有弯弯，我就他们这群人。真的是，然后重点是后面在大合照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真可爱，然后我就跟真说他们觉得是在讲武奇，应该不是在讲你。初登场的时候，我看到不会拉丁在后面的表情，真的吗？有看到是吗？超有趣的是 ，Uncle 最后他们线上跟镜头打招呼，被姐姐赶下台。哎、欸，好像有哎、欸，我好像有看到那一段。武安子木，除了燕慈我都没喊，啊，你就是有喊啊，你就是有喊，别狡辩了。听到武器真相，对我有听到，那个声音有沙哑吗？不知道哎、欸，就是说真可爱，就平常乌美会听到那个声音啊。我都爱看吐司狂叫，我已经跟弯弯说了，然后弯弯就说什么，吐司跟他狡辩说，其实是徐佩弯的佩，是那个佩，不是那个佩，然后弯弯就说，他好像也没说什么，他就打了一个破防的 emoji。弯弯受伤了。你们熬了一年，终于有后悔不用去楼下帮忙？没有啦，我们根本没有买，帮忙买过。姐姐就像很像妈妈赶一群小鸡下台，还好都没叫，还好，所以你都后来结束之后才去问别人，这就是为什么吗？只有佩佩受伤的世界啊！没事，佩佩，没事，佩完，我们还在。附近就叫很大声。这群人真的是。不过跳 TTP 的时候，因为人很多。所以其实也看不太到武器声，对不对？物色武器代役，我觉得我现在还想代役。武器都在后排，比较看不到，对啊。而且很好笑的是，应该有人有来 soundcheck 吧？你们应该有发现，武器唱的那一段，原本 soundcheck 不是他们，哈哈。很好笑吧，而且是临时改的哦，就是差不多在 soundcheck 前几分钟才说要改的。十八同人太多了吧，可摄影环节超忙。欸，那个摄影环节蛮有趣的欸，但是对我来说，我想起来我那时候在想什么，我那时候一直在想就是歌词，然后想好歌词之后，看到就是找一下认识的粉丝，然后对他挥挥手，然后就在想什么时候要那个叫什么，
圆阵吗？那应该算圆阵吧。我就在心里面数拍，然后还要跑，还要跑，跑来跑去，然后我看粉丝都抓不到大家，那个画面好笑。这不是那个吗？那个地方要跑，然后因为大家的位置都很远，所以大家都很用力在跑。我其实原本也要跑一圈的，你们知道吗？我其实原本是要跑一圈的，但我跑不到，所以我就直接就是跟老师申请，我就直接走下来就好，所以我不用跑，我只要跑后面那一段，只能录影。录影还不见得抓得到人呢、欸。五级加入和 TV 再次重返最大女团，你知道这真的整录影，那个画面好笑。奔跑吧少女，真的来不及从后台回来台上。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彩排的时候，选拔组冲回去后台的时候，还有人跌倒。哦，冲回去台上的时候还有人跌倒，太赶了，摄影时间真的超晕，物理。我还有看到有粉丝的饭拍是要去追一个人，就是要去抓拍一个人，然后他后来发现开始跑之后就再也抓不到他，然后我就听到旁边一群哀声。我那时候跑的时候还差点要去撞到摄影机，我就赶快躲一下。彩排嗡嗡被撞到，又被打到，对，很好笑。只有嗡嗡受伤的世界。哦，这次初体验演唱会初体验还有一个心得就是。就是因为歌曲很多，然后又很怕会忘记动作跟歌词，所以很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就会没有办法去注意到旁边的摄影机，没有办法去照顾线上的朋友。但是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可以看到线上的那个摄影机，我还是会去看。我觉得等到下一次演唱会，如果有下次，就是。可是如果有下次，一定会有下次，一定会有下次。我没有诅咒的意思，就是说我会试着找镜头的。我看依萍很会找镜头，哎，依萍超会找镜头，然后小晴也很会找镜头，然后林一不用找镜头，是镜头会找他，他好看哦。大哥都有我。大哥吗？你知道那时候歌单出来之后，大家都说我的歌单是跳舞单。谢谢蔡大胆送的好多缘分相遇，我的真的是跳舞单欸，就是人家的都是可能还有几首是就是纯唱歌那种，比如说你的旋律，或者是。或是什么，或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我的歌都是那种需要记很多舞，然后细节很多的，然后又很复杂的。我一开始练 River 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手怎么打欸，破音就一秒一秒约好啊，你不觉得很高吗？最后面那一段啊，芭蕾耶耶，那个要再更高，你知道吗？练录音的时候要再更高，要再更高哦，要再更高哦。我这已经是降 key 了，要再更高。然后我就很惊，很惊，超惊的。那时候录音超惊，然后全部都在切我的麦克风，然后听我唱。Luma 也超高的啊，我练我录 Luma 的音也超痛苦的。什么、啊？你说要 Luma 哦？啊，真的很高哎、欸，我不行了，我现在没有开嗓。少彤是我的好伙伴，没错，而且少彤的歌单基本上都够长。
而且少童很好笑的是，就是因为他们三期团子有约练，然后有自己出来约练，然后他们那一天练习是想说什么，每个人的每一首歌都要跳三次，然后少童一个人就在那边好喘好喘，然后其他三个人就在那边 melody melody， 然后少童就表示哦，怎么会这样？小慧姐妹姑姑，我都没有跟小慧一起。午安，廷瑞，我能感同身受少童那种太。而且我们的歌都是比较帅或是性感的歌，对啊，我几乎都跟少童，除了 Rumor， 几乎都跟少童欸。Hello， 南瓜，欸，我真的没有挑起战争啊，我真的没有挑起战争。你应该觉得沿途风景轻松吧？哦，何止。不是轻松不轻松，是我觉得那首歌很好听，我好喜欢沿途风景哦。我这次看大家练那个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沿途风景这么好听哎！我从录音那一次开始，因为录音我跟沿途风景是同一天录，然后我就有听他们在录这首歌，超好听的。然后我跟少彤也是。超好听，超好听！我们就想说，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跳到沿途风景的话，我跟少彤先预定打架，什么娶你？你说如果安安娶我，然后你要娶我，那所以三个人这样的意思吗？其实你是想要找安安吧？下载来听，欸，真的很好听，我还快要把歌的舞背起来了，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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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哒哒哒哒哒哒，我已经快把舞背起来了，我跟少彤已经要把舞背起来了，沿途风景小心一点。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然后那时候彩排的时候，因为也看得到那个画面，后面那个画面，然后我就跟少彤就在那边看沿途风景。然后那时候彩排，大家就是已经完妆了，就是已经完妆的状态。然后我们两个就看了依萍，依萍在整什么啊？依萍到底在整什么？然后依萍下来之后，我们又跟依萍说：“依萍，你在整什么整啊？你也太整了吧。”然后就说。他就说什么耶、yeah、之类的，依萍就是喜欢听到这种话，萍萍喜欢听到这种话。哦哦，沙友，沙友没事，我来找你。沙友的饭拍爱心，大家的饭拍爱心。大家有标我饭拍，我都会按爱心，还是其实我有漏按，我有点忘记。依萍穿那件真的很好看欸，我是说你的旋律那一套，在拉链有点坏掉了，为什么？你说他的拉链吗？还是什么？萍萍超正，萍萍真的很正。午安 ，ONG。噔噔。我明明就按你的，这里不接受走心，完蛋！刚刚去回讯息，错过了战争的感觉。我也爱傻友，哦，傻瓜怎么可以这样？坏掉一瓶十元收，十元也太那个了吧？好爱舞台，好爱偶像。我记得前一天我们也有彩排，然后前一天彩排大家都超级慌乱的，就是因为有很多衣服要换嘛。我这次的心得感想就是非常的像后台，真的很像打过仗一样。
南瓜真的是好炸还是？这里谁炸我都不意外了，真的。有人上线问说头目只能集结打吗？这里很多人炸我都不意外，这是真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所以我有点被后台吓到，就是想说哇哦，就是原来演唱会应该要长这样是吗？然后我相信武奇也有点被吓到。谢谢阿正的告白气球，他们后台真的是超级可怕，像打过仗一样。然后我们演唱会前一天彩排真的是惨到不行，尤其是四期生吧，也不是四期生，部分四期，像我差一点，我落幕换机会的顺序差点来不及，然后真正的无望也是，欸，他有成功换好，可是他的麦克风就不见了，然后幸好演唱会当天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太复杂、太可怕的事情，我觉得五周年这样看下来，大家是挺顺利的，感觉是挺顺利的。武奇除了吓死，还有开心死，还有紧张死。开心是因为可以看前辈跳舞，吓死应该是觉得好混乱、好混乱、好可怕。紧张死是要上台了，好可怕。我觉得姐姐们也很辛苦哎，哦，真的很辛苦，真的。但我觉得这个经验很棒。武奇中有粉丝吗？算有吧，但等他们出来再让他们自己跟你们聊聊吧。握手会去找人家聊天啊，你们不是都会这样吗？去找人家聊天，去找武奇生聊天。五周年演唱会刚过六周年，马上就要到了。哎呀，五周年券不够，券不够。你们是不是今天拿到了那个什么 CD 吗？去握别人？没有啊，就是去支持一下武奇生，去认识一下武奇啊。你们之前不是也来握我们吗？去认识一下。我觉得可以去认识一下，说不定人家会把你依到不行。还没有，总会等到的。那只好今天先看那个 MV 了，对吧？今天先看 MV， 八点嘛，对不对？是八点，对不对？礼拜五才能填，那还行啊，还来得及。再开一次直播，这个单要握四期，那三期呢？三期不握了吗？还有啥趣事？我想一下啊，从头开始想，彩排。彩排就是很慌乱，大家都很慌乱。然后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哦，我第一次带那个 IEN， 拜拜就日红。我们第一次带 IEN， 就是耳机，可以听得到后台的耳机，还有听到音乐的耳机。然后就第一次带，然后换衣服的时候就很慌乱。因为会卡到那个线嘛，我们要穿进衣服里面，然后从这边拉出来，然后这边戴，就是非常的麻烦。然后有时候，也不是有时候，就是一开始戴上去之后，我忘记开那个按钮，我忘记开机了，然后所以我要把已经穿好的衣服把它重新，就是已经扎进去的衣服再把它拉出来，然后请别人帮我开，然后可能。开了之后又发现音乐太大声或太小声，然后又再把它拉出来，然后再就是调整一下。
几个姐姐帮我穿衣服，我觉得就是平常公演会有的人，然后可能我自己如果很闲的话，我也会去帮别人穿衣服，因为我也会替人家紧张，我也替人家紧张哎。然后还有第一次戴耳麦，就是贴在这里的耳麦。然后我彩排的时候，你们知道我跳 Lumen 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彩排是没有绑头发的，然后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 Lumen 一定要绑头发，不然我头发一直去卡到我耳麦，因为它是挂在这里，然后这边就会延伸出来一条耳麦，然后它就一直被我的头发去踢到，然后它就一直往前往前，然后它就会呈现一个，它原本是这样，然后因为我的头发就卡到它，就会慢慢变成这样，然后就是一直想要去对我的鼻孔。好像我鼻孔会唱歌一样。然后还有什么，反正耳麦，而且耳麦又是一条线，也要贴在后面，然后就是你后面就多了两条线，一个是耳机，一个是你的耳麦，然后穿衣服又更麻烦了。 SH 的团服怎么样？ SH 的团服 River 很酷的是它有自带一个放耳机的袋子欸，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他是中间绑一个腰，类似腰封嘛，然后后面有可以放耳机的小袋子，然后 River 那一套他是自备一个袋子欸，超酷的。大钻我没穿，所以我不知道，可能要问穿就是大钻的人。霹雳包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哦？我想一下，就是大家都很紧张，感觉大家都很紧张。算是我们演唱会前，我还跟真正有去拜拜，因为我们都很怕会不顺利，所以我们就去拜拜。然后娜娜她是平常好像就都会拜，所以他想说，而且他那天也有事情，所以就只有我跟真正去拜拜。River 那件真的很好看，但我比较喜欢红色那一件，裙子是红色那一件。我穿的是前面是有点银色的裙子，我比较喜欢红色。然后还有什么、我想想，感觉有蛮多事情。彩排的时候我其实都有跳，就是也不是都有，就是彩排的时候因为第一次穿衣服上彩排上表演，然后还不习惯怎么穿，就是穿着跳也还不习惯那个鞋子的高度，所以彩排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就是每一首几乎都有跳错这样，但幸好是我正式来的时候都很顺利，我觉得除了独自猪最后抢牌之外，独自猪偷偷抢牌了，其他我觉得都蛮顺的，赞！外面暴雨哦，幸好不是五周年当天。赞赞，五周年当天非常顺利，我觉得，尤其是落幕，我觉得落幕没有出大问题，我就整个人心情就好了。谢谢嘿嘿嘿杰克的掌声鼓励，大家都很棒哎，感觉大家这次都很顺利，大家都蛮顺利的。第一次的经验收获不少吧？第一次的经验，对啊，尤其是换衣服，然后要换好几套衣服，然后还要就是戴耳麦啊，戴耳机，落幕大受好评，觉得非常的开心。
我那时候结束之后，后台第一个先听到栗子前辈跟我夸奖，然后我就内心非常开心雀跃。而且那时候肉木有个小故事，我原本的帽子不是那个帽子，原本的帽子是别的帽子，然后老师说我戴那个帽子不好看，所以后来临时改了一个帽子。哦，而且肉木其实原本我那个应该叫下去的下腰吗？应该算吗？反正就是那个招式。我原本是编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但我发现就是有点做不好，没办法做得很好，所以我就赶快改了一个，应该说我就跳原本之前跳过落幕的版本，安安那个版本，我跟他跳的是差不多像的。我只多加了一个角角，我多了一个那个抬一只腿的角角，其他都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原本那个，幸好我有改，我只能说幸好我有改。我原本是类似像会一直转圈的东西，可是我幸好有改，因为我发现那个场地的地板其实蛮摩擦力蛮大的，所以如果我在那个场地跳要转圈的东西，其实蛮不好转的，不是头转，不是，我不会煮泡面还是煮水饺，不然你都吃啊，都吃就不会有这个选择障碍，不是头转，反正就是那个场地蛮。那个地蛮摩擦力蛮大的，如果穿那种跟鞋的话，转圈其实有障碍。多吃点不好吗？你也可以吃泡面，然后煮大概五颗水饺啊，你不用煮那么多颗水饺。庆幸的是落幕圆满成功。演唱会播247练习的影片，好像看到墨鱼也有练。蛤，真的哦？有拍到我是吗？有我吗？我吗？还是我在那看？其实我也没看过那个练习的。其实我想看一下，我看一下啊，应该不会拍到我吧。因为其实我有偷偷帮忙练一下，谢谢南瓜的喷很大，这是什么神奇的礼物？我有偷偷，也不偷偷，不是偷偷，就是有帮忙一下，所以是有我的吗？这样我会很好奇。我应该要现在看吗？不要，再说。还是看一下好了。可是我要按哪一个？我想一下，哪里会有花絮啊？是在要安口的时候吗？等一下啊！怕有版权问题。花絮在哪里呢？这个是拉链，这是疫苗。我
没有特别看过这个练习影片，我看一下，应该不会有我吧？我没有印象有那个、啊。哎、欸、有哎、欸，哎、欸、有哎、欸，真的有我哎、欸，哎、欸、有真的有，真的有，哇哇哇，有我哎、欸，偷偷入镜一下，真的是入镜一下下。很开心啊，假装是，假装是，有那时候有帮忙偷偷，不是偷偷就是帮忙练过，所以我会跳最一开始版本的那个 Shining， 我会跳最一开始版本，但现在已经改了，所以。现在我可能要在练。哇，我有在里面。那有其他人吗？其实不止我。好，可能只有我。哇，我居然出现在这里，很开心哎。那你眼睛很好哎，给你一个赞。你的眼睛很好哎，你眼睛很好哎。这个人眼睛怎么可以那么好、啊？给你一个赞，按个赞。哈哈，好开心哦！为什么那么开心？虽然不是我，但是还是很开心。子萱忙的时候你要带，没有，我是带别人的。我那时候就我不是那个五周年有帮人家带那个嘛，别首歌林一说的，我那时候是帮忙带未来的果实，所以我也会挑未来的果实哦。而且我跳未来的果实，我很开心哎、欸，就是这首歌很开心，跳这首歌的时候很开心，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快乐，边跳边快乐，这首真的是一个会让人快乐的歌哎、欸。对啊，我就带未来的果实，我那时候帮忙带依萍的位置，然后后来还有帮忙带过竹竹的位置，带过两次。我觉得带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虽然有压力，但是可以挑到很多首歌，我觉得很快乐。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我们刚刚聊到哪里？为什么会聊到这个？你的眼睛很好哎、欸，超级好。然后还有什么？想想还有什么？我想想，就是都很顺利。NC 的话，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我只知道那个零一的部分。我在台上觉得，哎呀，零一也有这种被我遇到的时候，觉得好可爱哦。我那时候只在台上犯花痴而已，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居然有这种状况，我那时候只有偷偷在犯花痴而已，非常的开心。但是下一首 NC 的时候，姐姐就在耳机里面说。什么什么，帮我站中间一点哦，然后记得不要再爆雷了。墨鱼呢？墨鱼在云云。
其他手嘛，其他手 uncle 曲，我也是愣了一下才意识到零一，没有、欸，我那时候其实觉得，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很认真在听零一讲话，然后有听到他讲企鹅那时候，然后我就其实也原本也没有意识到说怎么了，然后是台下有粉丝，我听到他们在说，哈。企鹅刚刚没有企鹅啊，然后我就想说，哦，哦，完蛋了，哎，然后那时候台上也是一脸就是一脸那个对，超级好笑，这也算一个有趣的事情。少童表情超惊恐吗？超惊恐吗？那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我跟少童这样，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我觉得非常有趣，超级有趣的、欸，超级。还有什么？我该怎么回答？谢谢敬送的水晶事业。其实好像就是都很顺利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因为大家后台都跟打仗一样。那不然来说说练习的时候好了。练习的时候，我想想，谢谢敬送的一颗心，我想想。我记得第一次练 Luma 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大跳完，我整个人像是跑了八百公尺一样，我觉得我快要死在练习室了。然后等到之后在第二次、第三次练 Luma 的时候，我就好像有一点能适应这个累累的感觉啊。我要说，就是。演唱会当天，我跳到哪一首啊？我跳 River 的时候，就觉得超级超级体力不支的感觉，但我还是撑了，我撑过了，还是机会的顺序，忘了。我跳 River 的时候，整个人就是觉得哇，我刚跳了好几首非常累的歌，因为喜欢你也蛮累的，其实就是也是要一直跳来跳去，而且它是跟鞋又比较不好，就是大跳怕跌倒，而且因为喜欢你有一个跳起来的动作，然后我那时候彩排穿的那个第一次穿那个衣服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怕跳不起来，反正就是我都撑过来了，我觉得为自己觉得欣慰，为自己感到那个觉得这段时间努力是值得的，非常有成就感。其他人也很棒啊，其他人也很棒，其他人武器是很棒哦，谢谢黑杰克的掌声鼓励，谢谢黑杰克的救救你。我想想还有什么事情，练习的时候一些空白的 LS 麦克风，你回来了，欢迎回来，没什么大伤啊。我那时候不是说我手有一个破皮吗？就是这里，那个是练落木的那个，我原本说那个转圈的招式，然后练到手受伤，那个是
那么一回事，是因为那么一回事。然后后来我那时候受伤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完了，我受伤了耶，所以现在是在跟我说我不适合这个招咯，他在叫我要改掉哦，他是不是在叫我要把这个招改掉？后来我就改了，好多了，并且苍苍的星梦一人罢。练习的时候，我只知道有一段有几个礼拜，因为要连续练好几首歌，所以要一次练好几首歌，然后就是压力蛮大的，其实，因为跳不好或记不得舞，其实会被骂，所以也不是其实，就是会被骂，就是会被骂，所以压力其实蛮大的。那我觉得这是我好像压力最最最大的时候，只有在要上 Lumer 前几秒，只有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就只有 Lumer 的前几秒而已，就是准备要上台那几秒，压力蛮大的。但跳完之后，我整个人就 OK， 我跳好了，那我要准备下一首咯，要去换衣服。只要一手跳好，后面的心态就会好。虽然 Luma 几乎都在后面，对啊，对啊，对啊。我那时候在找 report 看的时候，想说谢谢亲的独角兽，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有人就是写我的 rumor， 因为感觉大家都几乎没有在就是写到 rumor 的时候没有写到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我整个被大挡住。收到八单，恭喜恭喜。但是唯一轻松的是，轻松的是因为我一直都站在那个位置，所以不用一直换位置，其实挺好。走位到你的左边才能好好看，但我累惨。我看起来很惨吗？我看起来很累惨吗？那时候 Luma 也想说我是不是抢拍。后面幅度变小了，有快要整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快不行了，我整个快要死在台上了，但我还是把它撑过去了。我想说我都练那么久了，我不把它跳好，我会揍死我自己。幸好评价还行，幸好大家对 Luma 评价还行， Luma 大家也很辛苦，我们也是雕了蛮久的。我记得那时候五周年结束之后，因为我们有留在公司，然后大家就一起聚在一起看那个回放，然后看到银河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段，就是结尾的时候，那段最后结尾的时候，然后我们银河组就看了一下，然后就哇，我们超整齐的，哇哇。我们超整齐的，然后我们就很开心，我们整个都很开心，就是比练习的时候整齐，然后我们全部人就哇，好整齐，好整齐，好开心，真的、哦，刀群舞真的假的啊，好开心哦！谢谢黑杰克的香槟，这次的收获非常的满意，哦，好开心哦。真的、啊、很整齐，太开心了！我相信小晴也会很开心的，相信小晴她也会很开心，哈，很开心哎，这是我开心，别人开心我也很开心，想到别人会开心，我会很开心。
去味精。好的，很开心，小晴感觉就会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都他指定的。我不知道他选我是不是有刻意安排，因为我的位置是之前是小迪的位置，我不知道他是知道我有喜欢小迪，还是才刻意安排，还是怎么样，还是就只是想要我跳这首歌而已，我不确定，我没有问过。但我是跳小迪的位置，哈哈哈哈哈哈，开心。不知道哎、欸，但是少彤的位置是确定是因为是栗子的位置，所以才让他跳栗子位。我的推表什么时候多了小弟？你一定没有在关注我。我有说我喜欢小弟吧？我有说我曾经是有小弟的。刘海怎么这样？我想想，我到 uncle 的时候，就其实一整场演唱会下来，我的心得其实没有到很多。我那时候当下的想法就只有，我要换衣服，我要换衣服，我要赶快换衣服。我 uncle 取的歌词要背好，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在想当下要做的事情。然后等到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结束之后，跟大家签完票根了之后，然后回公司的路上，回公司的路上我也没在聊，我也没在想什么，我在跟武奇聊天。回公司的路上，我又在跟武奇聊天。我去的路上在跟武奇聊天，回去的路上又在跟武奇聊天。栗子在现场，所以小心想到要提。重点是栗子前辈还在后面这样举爱心，也超可爱的。因为那时候我就很晚上车，所以我就会沦落一个人坐，只好逼武奇来跟我坐了。武奇来跟我坐，去的路上 YY 跟我坐，回来的路上我跟 ICE 坐，我真的只记得他们的绰号，完全不记得了。有啦 ，ICE 叫陈乔怡嘛，然后他后面，我感觉我隐隐约约觉得 Yumi 跟 ICE 或许之后会是 CP， 隐隐约约，但他们是那种损友的 CP， 隐隐约约觉得，因为我在跟他们两个聊天的时候，他们一直。互吵架，隐隐约约觉得他们以后感觉就会有点火花。跟前辈一起会紧张吗？好像还好耶，可能因为他们一吗？吵架 CP。大声讨论 CP， 梳头发，爱死于谁？那个 Yumi 什么怡静的吗？静怡，怡静，秋怡静，秋静怡，忘记了。韩文真的他叫 Yumi， 毕业的前辈们好像有吧。应该有吧，应该要有吧，我们都有看到了，他们应该有看到。你真的有记起来，虽然不知道对不对。有啊，我有很努力的在记他们的名字。反正我就是那种夜深人静才会开始想一些心得的人。我大概是回家的路上才在想心得。
那时候就看着大家的饭给我的饭牌，标记我的饭牌，然后我就在想说，哇哦，就是台上这么多人呢，台上30几个人，有时候可能只有20几个，就是不加武器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这么多人，他们愿意，就是也不是愿意，就是他们，你们可以在这么多人。在这么多女孩当中，就是选择看我，选择拍我，就会觉得，就是这次才有那个，等到演唱会才真正有这个 feel 嘛。就是公演的时候，可能觉得就是那个感想还没有那么大，可是演唱会那个想法也变比较大。武器厚厚就来了，哎呀，小刚，我没有教武器耶。只是又回来了。近2周内可能会公布武器，我很显眼吗？我其实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可能要。不知道欸，觉得我好像算是一个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比较常见的类型。我觉得，谢谢轻松的缘分相遇，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公演跳的舞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凸显特色，演唱会这次。跳很多帅帅的歌，好像才有比较凸显自己的感觉。张开了，什么意思？把你眼睛张开了，太好笑了吧？看我最近的业配。不知不觉变前辈了耶！变前辈了耶！我也是蛮意外的，我居然变前辈了。舞台魅力哦，舞台公演没有换，有啦，位置有换算吗？位置有换算吗？谢谢苍苍的 LS 麦克风，谢谢 ONG 的炼金米哦。反正到这次演唱会才隐隐约约有那个强烈的想法，而且你们把我拍得很好看耶，你们很会拍照，而且少女又一直冲来冲去的，然后你们还拍得到我，我觉得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有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的演算法嘛，就是我很常会滑到其他人的饭牌，可是就是很少会滑到我的，所以我就在有点以偏概全的感觉，我会有点依我看到的去决定我现在的想法，有一点点这样，但我现在又还好，我现在就是觉得就是我有自己的那叫什么，只是不常拿相机拍，但你一拍就拍很好欸，你一拍就拍很好欸，你把我拍得非常的好看。应援棒有调蓝色，哦，但其实我都没有在看应援棒，我都在看你们的脸，我想要去记住你们的脸，就即使不是放我的，我也想要记住大家的脸，我就觉得哦，你们是喜欢 TP 的人。我想要去记住这些，或许这些人之后公演比较不会来，但是他演唱会有来，我就是想要去记住这些人。虽然你没有转过我这边，我就只有好看的侧脸，说不定你也没有在看我啊，说不定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在看我，所以我也只有你的侧脸。
上班路我在保护武器。哦，对啊，我有听到你对我说很棒欸，我有听到。我感觉我还是习惯用打字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如果我真的实际要开始讲，我会想想很久，所以请订阅我的兜粉。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吗？想知道我的真实心得吗？请详见我的兜粉。虽然还没打完打字牌。对啊，我觉得要实际讲又怕讲错话，所以其实不太会讲，但我想说的就是谢谢，最最最想讲的就是觉得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这些有鱼丝，就是愿意在这么多女孩当中找到我，找到我，就是只有就是看我在这里。谢谢 Steven 的掌声鼓励。什么不用了？什么握手会不用了？怎么了？要去找武器是不是？谢谢李思杰夏日祭典餐。我的演算法真的是只看得到部分粉丝的 report， 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就是，而且他们也会写到 rumor， 然后 rumor 可能是因为我被挡住了，所以也不会讲到我。然后我就想说，哇，我是不是还不够怎样之类的？但后来想想，应该是我演算法的问题，是我演算法的问题。毕竟部分粉丝就是会去看他们心目中的小偶像，啊，我不是他们的。我们是别人的。握手会买得到墨鱼，应该会买得到我的吧？我的演算法一直推得到，推谁的、啊？推很多很多推零一的 report， 我也是看得很开心，因为好看的翻拍。还有很好看的安安的翻拍，基本上都是，还有娜娜跟珍珍的吧，我蛮常看到娜娜的翻拍，还有珍珍的，珍珍比较还好，可是娜娜的很常看到，但最最最常看到的就是零一前辈的，好好看哦，谢谢你们把零一拍的那么好看，幸好你们把零一。谢谢你们把零一拍那么好看，好开心，好快乐，零一好好看。又花痴了，晕晕。会被杀掉，拍太奇怪，你们也不敢发吧？你也晕晕，所以有人有没有发现我贴双眼皮贴啊？我觉得很明显啊，我把我自己贴得很像整形欸。常常带我到非粉色 TP 贴文，常常会有南瓜。今天没有，今天是正常的墨鱼，今天是跟一般一样的墨鱼。你们真的没有发现我演唱会贴双眼皮贴吗？不可能吧，很明显欸。真的没发现啊。沙友有发现。真的没发现。太酷了吧。搞不好第一排都不见得看得到。而且
这是可以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那天早上，因为通常要完妆之后才会去彩排，才会去现场。然后我那天早上就很临时的想说要来贴双眼皮贴看看，就是真的超级临时哦，因为我想说要就是试试看不一样的感觉。我就是很喜欢尝试一些跟平常不会、跟以前不一样习惯的事情，就很喜欢搞这种临时特殊的事情。然后，但是其实，在那之前，在五周年之前，我完全没有自己贴过成功的双眼皮，就是完全没有贴成功过。结果那一天早上，我很成功哎、欸，就是虽然我左眼贴超久了，贴到这边都有点破皮了，但是我这只眼睛大概贴两三次就成功啊，这只贴了蛮多次吧，但是后来还是有成功。然后那天我去公司，然后就一堆人看我，就说，尤其是娜娜真的是，娜娜她就说，哎呀，墨鱼你怎么变，你的眼睛怎么变这样，好奇怪哦。然后我就说什么好奇怪，我贴双眼皮贴啦。然后反正就是，哎，我想一下。我第一个先遇到的人是陈颖真，因为我去买吃的，我就先遇到陈颖真，然后陈颖真就看我就说，墨鱼你的眼睛，然后我就这样笑，然后到公司之后再遇到其他人，先遇到武其生，武其生真的很早到、欸、然后这还有遇到弯弯，然后弯弯说，哎、欸，你没有发现哎、欸。你这样还不错看嘞、欸，你这样很好看嘞、欸。然后再来要进去的时候，娜娜走过来，娜娜说：“哎呀，墨鱼，你的眼睛怎么了？你的眼睛好奇怪哦。”然后我就说什么好奇怪。然后再到公司之后，去那个化妆补妆，然后再来遇到三期的小雨，就说：“哎，墨鱼，你贴双眼皮贴。”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好看呢、欸，我觉得你适合双眼皮耶、欸。那他就是非常可爱的，就是在跟我说你就是贴双眼皮贴很适合。然后我就在补妆，然后他就突然就说：“墨鱼，我再看一次你双眼皮贴，你真的很适合哎、欸。”然后我就笑笑的，谢谢林泽伟的红玫瑰。反正就是大家都非常惊艳我贴双眼皮贴。为了观察大家的反应，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挺有趣的，但我也不是为了观察。反正我那天也是一大早贴完之后，我超级不习惯的，超级不习惯。而且我每次看到镜子或是手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像整形，我超像整形的，因为我贴了一个很外双的眼睛，居然没发现吗？那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代表我贴得很自然？我是好是好事哎、欸。但我相信，等我发照片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差在哪里。双眼皮贴很难贴，戴银眼应该很简单。算我没戴过，没关系啦。看饭拍蛮明显的，对吧？舞台上所有化妆效果都会打折，还是太自然了，太自然了。眼睛会变大吗？会啊，因为我是有点肿眼睛，然后会把眼睛包住的那种。就这边眼皮比较厚一点，然后又有一点内双，贴了之后眼睛就会就是整个打开，然后就会变得比较圆吧，就大概长这样的差别吧。就是如果是贴了，就是没贴就会差很多。我还有贴钻，你知道那时候妆法老师就是到处就说哪里有钻石组在哪里，然后那时候刚好在妆法。我那时候在绑头发，请老师绑头发，然后
然后就有人说他想要贴那个钻钻，钻石组在哪？我就说啊，我做到钻石组了吗？我居然做到钻石组了，因为我刚好坐到那个贴钻的老师那边，然后就说那我也要贴钻石，就贴了钻钻，钻钻很赞哎、欸，你不想贴的、哦？真的假的？看来我临时做的事情是都不错的。那时候有四个老师吧，没有分配啊，其实只是我那时候以为有分，反正就是没有分，没有分。其实每个老师都有钻石可以提，每个都是钻石老师。但是我唯一担心的点是我是不是应该下次公演的时候我也要贴双眼皮贴，然后我贴不起来之类的。有没有可能？好像有可能。但我觉得有时候这样也不错的吧，这样也不错。反正就是这次五周年能带成功耶！哦，绑头发是老师绑的，不是我绑的，不是我绑的，可是老师绑的很好看。谢谢老师。本来就好看，嘴真甜，嘴巴真甜，你们嘴巴真甜。什么时候可以再经验？不知道，下次六周年吧。公演你们已经就是看很多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经验一次。嗨嗨嗨嗨嗨！还有什么啊？我记得我很想讲一些什么，可是我又忘记要讲什么。还是其实我是想要打字。咻！第六黑。高音，呆呆，武器要来了。对啊，我觉得武器算是越看越好的感觉，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第一次见的时候觉得就是都还很面，就是很陌生的感觉，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很多的印象。然后后来越见越多次之后，才渐渐有觉得，就是感觉几个可以稍微多关注一下。感觉你们就很想要去看佩佩啊，十四岁嘛，对，感觉你们就会很想要看佩佩。我滑到很多 report 都说想要注意一下佩佩什么的。还有什么？那个燕慈，我忘记燕慈的绰号是什么，没听到。我还有滑到什么？反正就是这些妹妹们，这些后辈。啊，对，还不能吃。不好说，黑杰克，不好说。现在说的话都还来得及收回。没事没事，武奇你还好，那把眼睛就是闭起来，把眼睛闭起来，把眼睛不要再睁大了。谢谢李思琪的红玫瑰。我刚好
好像想说什么忘记。小雨怎么不用跟佩佩一起退场？因为小雨是有申请，就是类似的东东，那叫什么？反正就是有申请，有申请啊。那个佩佩是没申请的状态，所以他要提早下来。对，但我感觉他是想要跳舞的人哎、欸。我其实有看到他跳 TTP。哈哈，我有看，你们没看，你们看不到。但我有看过佩佩跳 TTP。别看他没上台，他其实也有练。巧怡宝，这种话都出来了。小刚，巧怡宝。周末 KLP 出 P 度演唱会也没有做过影片，哎 KLP 的 MV 很好看哎、欸，会有种晕晕的感觉。小刚其实眼睛都有睁开，只是你看不到。我根本没有在看，我也没有在看小刚。居然叫人家饱了。居然在叫人家宝了，你们这样会吓到武奇，好吧？武奇很单纯的，我觉得武奇都还很乖，目前都是很单纯的人。你们不可以吓人家，你们不可以欺负人家。他对我比爱心，他喜欢我。他对你比爱心，他对你比爱心，你就冤人家，你很酷。我去帮你跟那个谁啊，祖祖或少彤，我去帮你说一声。Lucky lucky, super lucky lucky lucky, much much。小雨听到大家说佩佩很像很可爱，佩佩也敢说忙内还是小雨前辈，然后那就前辈就安慰小雨前辈，小雨前辈就跑掉，真假的没有听说过哎。会开完了，恭喜你，恭喜你！谢谢欧比王的芒果冰，好粗好粗，他们都知道了，唉。但其实我一开始见到佩佩的时候，我对他印象深刻的不是因为他就是怎么样，在讲什么？就是我对他第一印象深刻，是因为他说他14岁，可是我还蛮意外，他看起来不像14岁的，就是怎么讲，他给我一种有点稳重的感觉，有稳的感觉，给我一种很。真诚的感觉，因为我看他跳 TTP 的时候也蛮就是他跳出来的感觉是让我觉得他很真心在对待这支舞的，也不是这样讲，好像也不是这样讲，会觉得好像其他舞棋都不真心，应该说他很有表现力的感觉。怎么讲啊，算了不说了，再说就不好了，不说了。对啊，我以为他给我的感觉其实有点像高一了，但他才14岁，看起来蛮稳重的。其实 Looky Looky 那起我想说，但是现在不是打字的状态，所以我没办法收回，我没办法按删除键，我不能再乱讲了。就是怎么讲，练习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也才练大概一两次吧，因
因为是现场学舞，他们那时候练习是现场学的，然后那时候才刚学，就有几个比较可以抓得住我的眼睛的，但我也没有说其他人不好，应该说就是有几个比较能抓眼球的，对。那其他也很棒，加油加油！雨琦目前很乖，乖乖。Story nine， 原来能把你搞晕。张元英舌头就很像 JK。晕吗？也不是晕啦，不是晕，不是晕。晕的晕应该是我看 KLP48 的 Heavy Rotation 的 MV 的时候，我一直在看那个香港成员。听起来就跟外籍看护刚来。什么啊？这是什么比喻？这个比喻是对的吗？为什么我是班长？我应该不是班长，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想想，我这次还有什么心得？我其实后来有在想，因为有时候我其实是希望这个团体是可以很棒很赞的，然后可能偶尔会忽略掉自己的感觉，就像那时候上班路的时候啊，我是很想要照顾武器，然后等到照顾完武器之后，我就突然惊觉说我是不是好像都没有顾及到就是想拍我上班路的粉丝，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这样是不是对自己不是很好，我就在想这样是不是对自己不好？可是我又很想要，就是可以多多照顾其他人，就我不想要太只顾自己吗？我不知道，还是我太照顾别人？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有点太照顾，有时候怕自己会不会太照顾别人，然后就会忽略掉自己，然后也有点忽略掉你们。其实有时候我也是希望自己可以被，就是通常很容易照顾别人的，好像也是会希望自己可以被照顾的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是想要被照顾的人，可是不知道哎。可是这样不知道，这是我近期在想的事情。特点哦，可是我只是怕说会没有办法照顾到你们吧。而且有时候太照顾别人也不是一件，怎么讲，就是最近觉得就是在想事情，就是太照顾别人好像不一定会得到，怎么讲，不是，不应该是这样，就是怎么讲，怎么讲呢？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想要被照顾的人，被在乎的人，所以我才会想说换位思考去照顾别人，但有时候可能偶尔自己不会，就是没有被照顾到的时候，就会在想说是不是自己太照顾别人，会不会太绕口令啊，这样听得懂吗？这是我近期在想的事情，也不是近期，五周年完之后在想的事情。但其他没有
没有推我的粉丝，我不会照顾啦，我会照顾推我的。我会照顾你们，我会记得照顾你们，我会记得照顾你们。反正我那时候上班路就在想说，哇，刚刚有那么多人在拍上班路哎，然后我只顾着照武器，照武器，顾着照顾武器。然后我顶多就是有看到沙油跟南瓜，但我真的没看到黑杰克你在哪里。阿正，我有点忘记我有没有看到了。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确定欧比王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可能也没看到。上班路啊，上班路，机会没把握也是我们的问题。不，请不要这么说。上班路的时候，上班，下班路我没有看到黑杰克，下班路我只看到谁？其他粉丝。下班路我好像也在照顾武器，有吗？没有，下班路我还是有在看大家，但是我真的没有，就是看到太多人了，真的太多人了。而且还有一堆路人，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粉丝，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西门这么多人，然后我们又这么多人在拍照，到时候一定有人会问说，这群人是谁呀？这群人一群人在旁边拍照，他们是谁呀？然后那时候在走的时候要去找巴士的时候，我还看到有路人在也在跟风拍照，哎。然后重点是我们对他们的那个手机就是挥手的时候，他们还笑了一下，他们还就是有点好像哦骗到我们了的感觉。可恶，被骗了！你们一定是路人吧？转角，我们那时候电梯口转角，电梯口。我那时候超努力在看有谁的，可是我就是有可能是我忘记，搞不好我有看到你，但是我现在是只记得那个骗我的路人，他骗我，你居然骗我，谢谢李思贤云分享语。哎呀，那个路人怎么可以骗我？没发现，有可能，我有可能在照顾武器们。但是那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以为一下电梯就是要走了，结果姐姐叫我们面壁思过，那个画面很荒谬哎，你没有看到吗？我们在面壁思过哎，我们面对墙壁在面壁思过哎，有把握认出我吗？努力一下。努力一下，挡武器，谢谢朱里恩的夏日祭点赞。我还叫武器，就是把头低下去一点。那时候还想说，武器既然要遮，就遮到最低，我就叫他们把头低下一点，结果他们完全看不到路，然后我就只好牵着他们走。可以牵着我没关系，你们放心抓我吧。还有武奇问我说：“前辈，我可以抓你吗？”我就说：“可以啊，可以啊，抓我吧，抓我吧，抓着我，你们不要走丢了。”没认出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一定是穿安安 T。好啦，安安认出你就够了吧，对吧？刚从法院出来，很荒谬哦。就是一群漂亮女孩走过去，很多人在拍照就算了，还有一群遮着脸的，一群戴着帽子又戴着口罩，超怪的。我觉得路人看到我们，就是觉得在想说，这到底在演哪一出啊？这是怎样？这是记者会吗？还是什么的？为什么有人戴口罩戴帽子，然后又有人就是很漂漂亮亮拿着花的人，他们想说。这群人到底是在干嘛？
真的会更香，好神奇哦。而且其实都已经就是大家都看过长相了，为什么还要戴口罩啊？我比较好奇下班路为什么还要戴着帽子跟口罩，我看了都觉得好闷哦。我有拿花哦，我有拿花哦，很大一把花，我都不知道怎么带回家。不管拿到那一把花带着都觉得很尴尬，感觉大家都在看我拿那朵花，但我还是有带回来。不能公开武器，不知道耶。但我还是有看到有人偷拍武器哦，我有看到有人偷拍武器。太大了、哦、没有啦，我觉得相对于其他成员来说我的已经很方便了，因为我是可以直接拿起来，这是对我来说很方便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也没有拿过那么大一把花，这是我人生中拿那么一大大把花耶，然后又再加上我要拿的东西也蛮多，也不是啊，就是怎么讲，拿那么一大把花终究还是不习惯，非常的显眼，非常非常显眼。生日会大，生日会哦，想一下生日会，生日会吗？我感觉好像差不多，可能这个再大一点点。但是生日会的花有袋子啊，这个没有袋子，我那时候没有袋子，没办法带袋子。但是生日会有袋子就还好，可是这个这只能拿着一大把，没有啦，是我不习惯拿那一大把花，这辈子还没有被人家送过花呢。那么大一把花，其实合理去演唱会武器本来就出在未公开，可能等之后他们资料上去吧。这是五周年好多心得，但幸好是好的心得。更多心得请见豆粉，知道吗？就不要我等一下关掉直播，然后看一下豆粉多了一群人怎么办？这群人都是要来看心得的。谢谢卡姆伊送的炼金秘药，一看就是我要看你的心得。业绩啊吧啊吧，谢谢李思琪的夏日祭典赞。学校惩罚不会拿花，不会耶。学校惩罚都拿什么？公关礼、饼干、糖果、饮料。拿的不是花，是饼干、糖果、饮料。但我那时候拿着花拍，我有拿花拍照，然后我那时候看着我的照片，我好像刚惩罚完哦、喔，超像的、欸，超级像。而且又穿黑色的 T 恤，为什么没有歌词？我好像听到下雨的声音了。这首歌。要四点了，要下播了，放一些要拜拜的歌。大雨，幸好五周年当天没什么下雨的感觉，有吗？五周年有下雨吗？好难过歌哦，为什么？但我很喜欢这首歌哎，真下雨好一阵子。我觉得当天在那个 V Star 里面，很像是，就是很没有那个现在到底是天亮还是天暗的那个感觉。
我以为出去会是亮的，结果是暗的。但不得不说，他们的椅子蛮好坐的，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觉得椅子很好坐。跟着回公司，没有，他们就回家了。他们后来回家了。妈，最重要的心得大概就是谢谢大家来五周年演唱会看 AKB48TV， 然后。我自己的部分我觉得表现得可以，就是觉得自己的努力有在这场中好好的展现出来，也谢谢我自己。还有什么？还有我要说什么？忘记了，我刚刚讲什么忘记。谢谢小管面前的掌声鼓励，还有什么？真的忘记了，等一下，外面雨下很大哎。嘿，就是谢谢大家，谢谢李思琪的掌声鼓励。就是大家也都很努力的在准备五周年演唱会，虽然练习时间可能。就是听林一前辈说的话，其实没有到很多次，但是大家其实都有另外再约出来，就是大家都很想要练好每一首歌，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努力，然后可能因为大家就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上这种大型演唱会，所以其实大家都蛮。很认真对待，很努力对待这次的活动，然后也是很久违的举办了周年演唱会，所以大家都很认真。然后又因为歌曲很多，杜杜跑出来啊，谢谢你，我知道。雨可以不要下得这么大吗 ？Hello， 我真的下定决心，也不是下定决心，我要来解决一下肚肚了。但其实。好，算了，哈哈，没事，不讲了。我刚刚真的要讲什么，忘记了。啊，我要讲什么呢？我真的没有打稿，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我都很临时。感谢大家，感谢自己。我觉得五周年跳完，我的心得才有渐渐出来的。练习的过程其实心得还没有那么大，就是只想要好好的准备好每一首歌，然后也是有在想说，如果落幕有跳好的话，有跳到我理想中的状态的话，我可能。会还不错吗？不知道，就是大家其实也都很努力在把握自己的机会跟
演出的所有曲目，所以大家都很棒啦，大家都很棒，尤其是 Confession， 虽然老师说什么，很像就是小孩在跳，很像叛逆期，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他们的风格在吧。我觉得也蛮适合。然后无望之类的话，其实一开始应该是娜娜想跳的歌曲，但后来就是找了珍珍陪她一起，这样陪她一起拉票，也表现得很好。他们也是很担心无望会不会跳不好，跳错或是唱不好之类，他们也蛮认真在对待这首歌。下次要有大赚，我努力。大家被骂勒索很开心，这群人真的是。而且小雨的位置好像没有特别挑过，他就是那么刚好的选到那一段歌词。虽然五周年可能还是有人有小小的跳错跟小小的不足，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努力。小雨，还有什么？11%，冲一下。经过这一次演唱会，觉得心态上还要再做调整，不管是好的心态或是不好的心态，都要好好的调整一下。也是有不好的心态，但是绝不会展露给你们看，哈哈，我自己知道就好。多相信自己。其实我也没有不相信自己，只是说，我想一下，我也没有不相信自己。其实只是更多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有人可能会比较更好。怎么讲？就我也不是不相信自己，我是觉得或许人家会比我更好，所以我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还要再更好。往外推哦，培养经验，不同的表现。被娜娜否定了。有娜娜有说，她觉得最后 ending 没有整齐。有最近有在很努力的在接受自己的，也不是接受自己，应该说努力的专注在自己身上。虽然有时候我还是想要照顾其他人，但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就是再这么太照顾别人，我应该也要照顾一下自己。我想听防波堤。今天有哭哦，今天12点、11点、10点，今天反正我想说，就是最最最主要就是谢谢你们愿意在这么多女孩们当中愿意选择我，愿意支持我，愿意看见我，愿意鼓励我，好啦，就是愿意支持我，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然后因为这句就真的是很重要，对我来说最最最大的心得就是这个。因为之前跳公演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是跳演唱会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就是明明很好的人也蛮多的，
但是你们就是选择了我，支持我，到现在已经一周年了耶，已经一年了，依旧还陪伴在我身边，然后在台下拿着相机，然后举着我的牌，举着我的牌子，然后对着我笑，然后我也对着你笑，就是谢谢大家愿意把那两颗眼睛放在我身上。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多人没有在看我，就是怎么讲，虽然你们是有在看我，因为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还在，就是，但其实大部分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还不够亮眼嘛？就是觉得，差点要哭了。救命！我不想哭。我不想哭。就是呢。就是呢。这样会不会没有办法直播？啊！救命！我不想哭。会想在心里面，我就是小女孩，还开着，因为刚有迟到一下下，所以再开一下，然后因为我又突然哭了，啊，不走这样的 style， 你都是走那种，他们应该是不会嫉妒吧？应该不会吧？不会吧？迟到吗？哎呀，迟到五分钟还好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这首也是我的初心歌哎。我有说过一起升甄选跳这首吗？我有说过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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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吸粉也很扣分，哪一部分？哪一个部分？最好的礼物就是好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当初像小男生，对啊，我穿了一个超级奇怪的背心，然后皮肤又超黑。那时候姐姐找出这张照片，然后翻给所有前辈看的时候，他们就说：“天哪！”这是谁？迟到，我迟到五分钟。如果哪一天跳这首歌，我也会哭哎、欸，这首真的好赞哦，我好喜欢出兔。谢谢 ONG 的喷打。我应该不会被告状说墨鱼在隔壁间哭了吧？你们不要这么大嘴巴行不行？你们不要大嘴巴行不行？答应我不要大嘴巴，虽然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大嘴巴。不可以大嘴巴，不可以，不可以。你们不是大嘴巴。这里眼线很多。哒哒哒哒。
公开一起征甄选影片照片没有，无法，大喇叭不行。好了，反正就是这样。更多心得请见豆粉，详见豆粉。我现在下播我就去整理我的心得，我相信我现在已经百感交集，是可以写出一篇非常好作文的。我真的要等到这种就是那种夜深人静，我才有办法打好文出来耶。我国高中的时候超常会打那种自己的心得在就是自己的记事本里面，我是很喜欢写日记的人，但是有时候会懒得写，就会直接用打字的。这段我不会剪精华 ，OK 啊，不要剪，不要剪，也不要大嘴巴，呵呵，你就说墨鱼在直播间就是吃墨鱼面，然后沾到墨鱼汁这样，沾到眼睛了，好烂哦。那我要先念，谢谢。十五名的李思琪，谢谢李思琪。第十四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十三名是安西，谢谢安西。第十二名是苍苍，谢谢苍苍。第十一名是蔡大大，谢谢蔡大大。完蛋，我觉得一定会有大嘴巴。第十名是微积分大师，谢谢微积分大师。第九名是杰米，谢谢杰米。第八名是静，谢谢静。第七名是 Steven， 谢谢 Steven。第六名是空白，谢谢空白。第五名是青，谢谢青。第四名是阿珍，谢谢阿珍。第三名是哇哈哈，谢谢哇哈哈。第二名是 Obi Wan， 谢谢 Obi Wan。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好了，直播档哦，可不可以帮我截掉后面那一段啊？不要把我留了，我不想要。不要把我留。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不释放情绪给你们，是我自己已经释放过了，所以对你们的时候已经不想释放了，已经释放完了。但可能我这几天还没有释放，所以我这几天还没释放，不小心释放了。不要大嘴巴啦，拜托，拜托嘛，不要大嘴巴，拜托。就说墨鱼不小心沾到墨鱼汁了，不要留嘛。我想一下。怕被谁知道啊？没有啊，就是觉得感觉大家都没看过我哭，就很想要来翻一下啊！啊，我觉得一定会有。大家真的没看过我哭啊！我从来没有在 TP 哭过，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连娜娜真的都没看过我哭过。哎，有啦，可能看我泛泪过，看过我泛泪，但没看过我真的哭过。给他们两个看，我又会觉得说，哈，墨鱼居然哭了，然后那个 emoji， 然后我就会啊，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要不要留？没有办法直接剪掉最后面吗？没有办法吗？因为我还是想要留那些感谢的话在。就是直播，虽然我也好像也没讲到什么，我好像也没讲到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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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留好像也没关系，反正我自己都遮住了，我自己都遮住了。好啦，不要让你们麻烦，随便吧，就留吧，留吧，留，
我没事，留吧。我是个大气的人，留吧，喝个奶茶。就说我吃到墨鱼面很感动，留下了墨鱼汁。就是我觉得墨鱼面太好吃了，谢谢欧比王的羽球金牌。墨鱼面太好吃了，那我根本没有吃过墨鱼面。黯然销魂的墨鱼饭，太感动了，吃到哭了，这杯奶茶太好喝了。好了，不说了，再说就更多黑历史了。好了，我们先拜拜吧，我们来拜拜好不好？好，新的我会放在豆粉，欢迎去订阅，等我发文，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花絮照在豆粉里面，然后我 IG 也还会发文，只是我还没修好，然后文案也在想要怎么分开打比较好，然后还有什么八月生写真还在预购中，请记得去买八月生写真。八月生写真很用心吧，还多准备了一个跳舞影片哦，我真的是夹缝那个时间抓一个缝隙出来跳，拜拜。欸，但那个跳舞影片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彩蛋，就是我的这边没有肌肉，然后还会我的墨鱼肉会抖抖抖，嘻嘻嘻，我的墨鱼触手会抖，嘿嘿。的墨鱼触手，好了，随便啦，反正代表我很健康。不行，姐姐听到会打我，姐姐听到会想杀我。好啦，反正就是八月生写真还在预购中，记得要去下单。然后握手会想来找我聊天也欢迎，我相信我会把我一能量打开跟你们聊天的。那天来找我签名的应该有感受到吧，我是可以聊天的人，虽然你们好像也不知道跟我聊什么。好了，真的要下播了，真的4:30了，大家8点记得要去看 MV 首播， MV 首播， MV 首播顺应顺应半点的勇气，拼命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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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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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算爆雷吗？不算啊，你们不是已经看过5了吗？你们不是已经看过5了吗？不算爆雷吧？现在终于可以跳嘞！现在终于可以跳了。听说有前辈之前直播的时候差点跳出来，或是差点唱出来，很好笑。早上翻手机项目，看到之前都没聊到要 cover。cover 什么？哪一首？这首吗？哦，你说八单吗？还是什么？这个吗？好了，我要拜拜了。等下应该还有人直播吧？不要想起来，我还记得你要穿女装哦。好了，拜拜，拜拜。我爱踢他头，我现在很爱踢他头。我是有团魂的人，好突然。拜拜，拜拜。我爱你，我也爱你们，我也爱你们。
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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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的脸，我被挡住了。你爱皮肤，那你去隔壁，拜拜，拜拜。五四三二一，拜拜。